票价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是在180克朗，也就是说，基本上是在180块钱人民币左右，不便宜。我果断又给他放弃了，因为动物园在哪都能看，我对于动物这些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。你如果让我自己养一个还行。哎呀，不知道他这个车能不能蹭票啊？我现在有点累了，往回走了。现在是回宿舍，然后把我这个相机充充电，然后呢，这个接下来就是另一段旅程。